然后啊，枪的 NPC 就是在这张地图，那就是去找地图上面的，就说这一关很不友善啊，哦，气死哎、欸！你看怎么玩？这一关开始都是弹幕游戏哦。我现在武器不够强，所以没有办法。狗狗乖，狗狗乖，这狗狗会打的呀！哎呦，白痴哦！没事没事，因为这一关会有那个前面这边会有个那个机枪。哎呦！没有圣杯，好难赢哦，好难回血哦。就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一关很不合理啊，这么绿暗狼的东西，还一大堆机械东西，很奇怪呢。对不对？没有道理啊。哎，五十分了，五十分了。卡冰，卡冰。卡冰，你给力点啊。那GTA了。这什么？啊，地图东西。啊！死去！啊！装备不够好，一定是刚刚那个，刚刚错过那个组合道具的机会。然后谁敲我？哦，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一关的下一关会出现前面所有出现的怪，所以会有冰的法师、火的法师、暗影的法师，有的没的。哎，有没有新角色啊？还是说这只要过关才有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天赋，差一点。
啊，有欸，不是两个吗？怎么组合？啊，还是是要去那个？这两个怎么合？我买错了吗？啊啊啊！完到了，干什么？我在干嘛？跳出跳太顺手了啦！那钱也不还我哦！哦，没有钱，我重刷了哦！绝佳之了！啊，好崩溃哦！我天啊，我今天怎么了啊？啊！因为每次出来钱就只能先还我100块啊！啊！我刚是要点这个看啦！哎呦，想回到过去，对吧？这样哦，有啦，白痴哦！弹弓强化发射炸弹，哎，真的也是带身上就好了嘞。晚点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。双手铁甲长圈，有些比较好记，就是这个太有特色，所以会记得起来啊。像这个就是比较难记，布衣暗杀匕首、紫铠甲、紫轮环。这个我有收集到这两个过，可是我就是差这个。这个我记，搞不好我记得这个是不会消耗钱，这个效果应该是不会消耗钱。有这两个在的话，这个就很难集耶，很难集，很难收集到。好啦，换游戏。至今还没看过爸爸，我好像有看过爸爸、欸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。受到朋友的关系，我等一下要去下载《新龙之谷》。嗯，今天是唱歌，人家开心唱歌啊，我难过才会唱歌好吗？遇到挫折的事情啊，你们等我顺便去拿药来吃，今天还没吃药。今天一样是回诊，看医生看个10秒钟就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来拿药吗？我就说对呀、啊，那就开始跟医生尴尬的场面，空气凝结了起来。
心情很好，没有啦，我心情难过死了。好，我去拿药，反正这边很久。哎、欸，也不对，很久。等下，我们等下去空拍的空拍的时候再进。还是要唱什么？用真心真爱鼓动，写属于你和我的 melody。南半球里的暖冬，就像你特有的天真表情，顺着大海的风，抖一抖闪烁的七彩星空，心跳摇摆的节奏。好久没唱了，歌词都忘记了。线上进行线上 GTA 私人好友，确定。好，我去拿药。回来了，还在读欸。什么 YT 活动？YT 为什么都不是邀大家，就只邀这个小群众啊？对啊。你在聊什么？对啊，我还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欸。啊？这个我也真不知道啊，这刚你们讲完这个才知道。是哦。在电视讲才知道的。哇，我也不知道、欸、你在聊什么。今天有活动啊，还以为跟团团一起去啊，啊就 YT 不揪啊 ，YT 就自己逛啊，自己那个啊，自己小群众啊，哎呀，自己弄个那个夜总会嘛，嘿，对、哎、啊，啊就吃吃喝喝啊，这个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这大家在抗议了，这我也没办法啊，这只有小群众比较红的人就去而已，啊、嘿，哦。就啊，我们都不红啊，都没有被邀请。不是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只好自己来办一个，然后办的比他们还精彩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道理？有，你办。与其在那边说大家不就吃烤肉，不如我们自己办个更好吃的烤肉。好，好，我们给他烤和牛，好，一整只，好。音乐出钱，赞，耶，没钱，就到这没有要出钱吗？我去买那个普通牛排，然后拿那个和牛的包装来包。没有，你要买火锅肉片，然后拿那个上面贴个 A 五火锅肉片 ，A 五火锅肉片，很高级。没有和牛，没有和牛啊 ，A 五的火锅肉片。为什么叫 A 五啊？一个叫绰号叫 A 五的人去采买的火锅肉片。嗯今天是什么十万年中哦，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没有去，十万年中去年不是没办吗？前年就没有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，不知道今天他们是什么活动啊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没有去，不知道，没消没息，就是二十万年中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衣服是卡这样啊？
你换回去，换回去啊！我没换啊。因为上一次卡任务，他就直接帮你换衣服。哦、欸，你这里面好多车哦！警察来了，我好怕。没有没有，不是现在不是百万年终，现在是有一些只有几千订阅的也可以去的年终，现在是邀请年终，邀请年终的邀请年终，现在不是什么大大年终了，现在是邀请年终，熟的才可以去，对，就跟内部比较有交流的才有机会。就是他们这件事情有公开吗？就是到现在有公开吗？嗯，好问题。嗯，因为我还是真的是你们刚刚讲的啊，有这种事啊、喔。我是有在想说，哎、欸，坦南先去哪里？不知道。那、嗯、他也没讲、啊，他没讲、啊，他没讲啊，对啊。哇，你们很神秘哦。他一定是怕你没有啦。如果有一些小活动啊，只有邀我没有邀你们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讲出来啦，毕竟怕尴尬、哦，正常，啊、这正常啦。对啊。我到了。对，我要去哪里嘞？啊，那个杰克吉吉铺，嗯，吉吉铺邀我，我、哦、看到了，有邀我吗？邀吉吉铺，好，我先去转一下。你刚刚说接吉铺还是鸡？接吉铺啊？你想干嘛？发什么？你想干嘛？没有，发什么？我想干嘛？这里有没有卖肯德基？这里麦当劳啦，麦当劳啦，走开了。你们麦当劳跟肯德基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其实没吃过什么鸡翅，肯德基。丹丹，肯德基，我觉得它的炸鸡有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它的炸鸡有点柴。嗯，我觉得啦，自己口感觉得就比较柴一点。嗯，你是指单纯炸鸡部分吗、啊？没有，就是看你那家店喜欢吃什么这样。哦，炸鸡就不要吃肯德基啊，吃胖老爹。炸鸡我会吃，对，胖老爹或是那个拿玻璃的，嘿，嗯、好吃。拿玻璃的好像也不错。嘿，哎呀，吃汉堡的话，我会吃肯德基的不错啦，肯德基的卡拉鸡腿堡不错。嗯嗯，有那个拿玻璃不是在卖披萨吗？就很多人说、嗯、你干脆去卖炸鸡好了。嗯，就肯德基卖蛋挞、啊。嗯，好了，我进来了。地下室，到地下室。那我进机哦，你就看到了。我们在地下室。哦、嗯，其实你看这个门很稀缺。其实这个也可以升级耶，而且听说就接机铺啊，设备可以升级。然后升级听说可以把那个。嗯，像有些卖原物料的可以从这边直接铺去。你不是已经有升了吗？这个啊，没有，我还没升。那这个不是啊、喔？我应该还不能弄这个，因为我看它升级的图案就是这样，喔、这个东西啊。是我还没升啊？哦，我的是有升一个无人机可以玩呐、啊。哦，有另一个什么一百多万的？对，我买了一个无人机的那个机台。它是在回收钱呢、欸。真的各种回收，嗯、自己假如他没有东西玩的话，也是尴尬。是啦，对啦，好穷哦。现在直接这边了吗？对、啊，应该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开始吧。好，目标哦，好近哦，我天，近看。这是一个人可以玩的任务吗？为什么只有看到你一个人？哦，邀请了。哦，瞒天骗局。可是他，嗯，你有看到我那个吗？下午贴的图？没有啊，我在睡觉。嗯，就是他，你看那张图，你现在下看第一次应该也有。哦，你是说那个？你说什么？只有一张吗？就抢劫任务完成，你看目标预计收获、嗯，然后收获直接砍了六十几万，最终分红这个、哦。对啊，因为你中间有给其他的那个吧？对啊，嗯。什么都我们就接着看吧，反正也不太知道。嗯，接着看，不知道。嗯，今天提早解完或者解救任务吗？再跑我这边的吧，因为我也有接机部。开始喽，好。突然想到要拍一个东西，嗯、拍啥？嗯，
胖老爹，你们分得出来炸鸡哪一家是哪一家的吗？如果都同一个是鸡腿的话，可以啊。你知道藏出来的知道吗？对，就是我给你拿四个牌子，然后肯德基、麦当劳、拿玻璃，然后就是找一家随便的。嗯，哎、欸，那你炸鸡店，你胖老爹跟丹丹味道会很像哦。对，这两个，我觉得肯德基跟麦当劳就差蛮多的，比较明显的差别。嗯。啊，这种我不跳、哦，可以继续。是谁啊？莱斯特啊？哪一个？是莱斯特啊？没戴眼镜，没戴眼镜而已、啊。哦，我想说他谁啊？很帅哦。莱斯特，你怎么变这样？他怎么？哎呦，反击很野哦！怎么很野？我怎么了？的服装、哦、啊，就你帮我挑的哈，没有他自动的哈。哇，杰克帮繁星挑衣服，哇，我怎么都在这里啊？真理裤，再加个真理裤就完美。哇，他没有戴眼镜，真的好不习惯。真的，哇，这么多人，我一超不习惯。第一眼看一下谁啊？你先新角色吗？他是变年轻了、啊，他恋爱了啦，对、啊，他恋爱了，恋爱是这样子，难怪啊。一开始的剧情有讲，开始会整理，有没有电到？就那个亚洲人，对，陈小姐，那估计啊，估计他就是工具人了啊，他又变工具人了、啊。哇，难过、哦、哇，看不到了，工具人的悲哀。你看，支援小队分红就已经扣60万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四个人还要分150万，大概哇，这任务应该可以一直刷吧？对，就是应该也感觉是重来，然后对啊，这从前面开始这样。对，我先选，哎呀。其实这样子150万下来，好像比太平洋多哦。太平洋120，而且还会掉钱。对对，我先选择一下，他进出口都要自己挑。啊、哇，所以等于说任务制定的感觉耶，我们的整个哇进去要制定的。哎、欸，那你们看得到我在挑吗？有啊，有看得到。出口啊，你们觉得从出口哪里从哪里出来？我喜欢花园。东西。我不熟，随便，我就挑一个。那还是垃圾场好了，那花园感觉在空中。花园在二楼，垃圾场在一楼。啊，那在一楼，比较好逃。嗯。买家。很选派。我只听到他讲话，但是没有字幕，我完全不知道他攻啥。哎、欸，我没听到声音，是我没听到吗？听不到。是哦，我只有听到声音，但是没有字幕。